新竹县竹北灯会今年是大走科技风，2月3号开始，一连10天在文化公园举办。主灯呢，4米6高的太空兔能够360度的旋转，还有水月、山月和昆虫等4大灯区，融合在地风貌和乌鱼农特产。明晚将会进行点灯，邀请大小朋友来赏灯。戴上蓝色头盔帽，小白兔化身科技兔宝宝。一年一度的竹北灯会，2月3号到2月12号将盛大登场，4大特色灯区走科技风。竹北市元宵灯会将在2月3号晚间起正式点灯。那这次的灯会主题叫做 Let's Get Together， 也就是结合了兔年的意象，所以取其谐音叫 Let's Get Together。那这次呢，主题灯结合了科技的意象，也是与竹北这座科技城市来相结合。那这次灯会呢，也规划了4大的主题灯区，包含了科技灯区，还有生态的昆虫灯区，以及结合竹北在地意象的水月灯区以及山月灯区。入口一进来就看到高4米6的 Q 版太空兔，有着圆圆大眼睛，穿上成套银蓝色太空服，象征竹北领航，迎向美好未来。明天起一连10天，竹北文化公园有科技、水月、山月、昆虫4大主题特色灯区，其中融合在地特色乌鱼和水月意象绚丽现身，还有小朋友爱不释手的月亮秋千和跷跷板灯区，会发光，还能坐上去互动体验。2月3号，市公所要为360度旋转的太空兔主灯举行点灯。2月4号晚会有重磅卡司、电音教主安以威、台语天后张涵雅等歌手轮番开唱，陪民众嗨翻。那在礼拜六2月4号晚间呢，也有一场演唱会，灯会的演唱会。那重磅邀请到这个现在非常夯的原子少年 UNUS 团体到现场来演唱。市公所也特别规划设计了3款的元宵小提灯来发送给乡亲朋友们。这三款包括了有头戴式的，还有手提式的。啊，另一款非常特别的，就是它有结合轮子，然后就是可以像遛宠物一样牵着遛在街上逛大街。一连2个周末，美食市集、音乐趴，还有特技表演和剧团，限量随机发送3款兔兔小提灯，邀大小朋友一起提灯笼到竹北看花灯、闹元宵。